这么滑是吧？嗯。有酒里成高丽水的吧？嗯。这给你刚才不让你看了吗？罚款2000块钱，按照那个依据那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在秸秆介绍期六天焚烧秸秆的，依法罚款2000块钱，是不是刚才你看了？你不管你点多少铺子，你点一铺子你这时候也得罚你，罚你不是目的，就是震慑大家不要再点了啊。好的，刚才你这个什么在这谈话笔录和调查笔录上你已经签字了，你承认了啊，不能再点了啊。好，就这样吧。